所以再来看大壮卦的续卦。哦，叫做火地境。哦，火地境。地上面有火，这个万物啊，既壮必静，所以呢，这个静呢，静也，讲的就是静也，静之道，静身之道，讲的是专门是静，壮了以后一定会前进，火地静，好。所以它既大壮，外名是离，外名离是名啊，离中虚啊，内顺，好，外名内顺，所以卦象是这样子，代表火在地上面出现。诸位想想看，如果这一个地上面一堆火在这边，这个光亮是局限在这一个地区而已，好。所以他讲的是专门这个卦呢，专门讲的是诸侯之道。哦，诸侯，现在没有所谓诸侯啦，省长嘛，哦，地方法院院长嘛，地方的警察局长，这都属于诸侯之相。哦，如果火在天上面，那火天大有，那是天子之相，所以天子相是比这个更大。那火地就是晋升之道，哦，是诸侯之相。一个人的晋升之道，所以晋本身有晋而光明盛大的意思。好，现在呢，到了人间道，人间道上面来说的话，现代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是只知道，哎呀，我要往前冲，我要往前进，不知道啊，需要名而胜，你不能光是往前进就进了，你要名啊，名才能胜的，好，所以说呢，外名，外面要名啊，易经一直在讲这个名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明之道是什么？中虚啊。好，中虚为名。举例给你听。这个小人啊，和君子啊，刚到一个地方报道，或者是刚到一个公司报道，刚到一个学校报道，不一样的动作。君子呢，他是以名而进。我来这边报道，我就是把我老板给我多少薪水，我把我工作做好。那我根本不要求你给我做到代价，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这叫做以名而进。小人不是这样子啊，我来了，我要表现得很好，什么义理先不要管，看老板喜欢什么我就巴结迎合奉承他，希望上面呢赶快相信我，赶快让我提升，赶快让我升迁，这叫小人，懂不懂？君子他不会管这个事情，好，所以他是把他分内工作做好，他来做事的。所以我常常跟诸位讲，君子小人很简单啊，小人他根本不是人啊，所以他一天到晚花时间做人，希望你了解他，是不是？你不需要去做人去了解他，那真的人会看，让人家看你就好了。哦，现代人呢，大部分人只知道静，不知道需要名而胜。哦，诸位试想想看，这个校长都可以干部长啊，好，哦，这是什么咖啊？好，哦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有呢，今人呢，上位啊，这个讲的是这个三四爻，就是将相之位。今人呢，将相之位囚禁啊，很可怕哦。以富有为名。你有钱就可以进来了，所以现在只要当有钱的，你看看上去都有钱的，都是鼻子大大的，眼睛都不好。好，
这个也鼻子大，有钱，有钱不带，上帝有说你有钱就是对的吗？有钱人讲的话就是真理吗？没有哦。好，所以现在的我们的局势就是富有的人为名，是富有的人居上，真的有才智的人呢居下，才智之人呢居下。那易经就按照火地金这个道理，易经就推了一个结果给我们。他说这些富有的人他胸中无财，他虽然居在上位，可是他一天到晚担心，担心为什么？下面才智是太多了，哪天会篡我的位啊？了解我意思啊？他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所以你看他好像过得很了不起，可他每天对着他的主子必须迎合奉随，每天要去防手下，防这些才智之人，尽量不要让人家出头，不要让下面的人这个才智能力给外面的新闻界看到他能力比我强，他每天在过这种日子啊。所以越过人就越阴险，每天在眼睛那边闪动啊，越来越阴险，好，他也很痛苦。那君子说，易经说给这种批了一个结果，自凶，自己自凶啊，自凶懂不懂？没有人要他凶，他自找的，好，自凶。所以，如果是做君王之名呢，要名要中虚，不要受到人家谣言什么样的话的影响，人家推荐。他推荐人搞不好跟他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推荐没有关系，你们通通就好，没关系，我自己看，了解吗？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登辉先生就是不够怎么样，中虚啊，然后没有中虚，看人的时候有钱人都是对的，你已经错了，哎，以财富来论英雄，好就不对了。占卜，第一个文字破，好，文字破呢，代表官事不成，升官的事情不会有好，官家的事情不好，还有呢，退位的相，退位下来了，官人湮灭，无言呢，见人了，好，还有代表什么你知道吗？还有代表七凶，先生呢抱着你在那里哭，你在太太有问题了，太太身体上有可能有问题，这都要考虑进去的。有悲相，悲的相，囚在泥上。诸位，这个学问在泥啊，囚在泥上。为什么这些水上、地上写的泥巴江上？代表曲折陷也，代表进凶。有一天有个人升官，他说：“李先生，你看我此行去升官，吉凶如何？”哎，升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。我们路人他就很倒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一补到火地进了，你不必去了啦，算了，你就待在原地好了。进有凶的现象，陷进去哈，但你认为会出事的，吉贤称。你不能而且正在开始积贤臣，好，积代表时间呢，是有呢可能代表有年，好，还有代表黄昏，有落日之象，太阳下山，落日之象，秤呢，秤是公平的东西，表示公平的东西，好，积贤臣。第五个呢，枯木生花，代表晚发，好，发得很晚。禄在贤书，禄含到书，代表禄与命道。这个命呢是命令，人事命令，升官的命令，不是你命到了哈。升官的命令，一堆金宝。这个金宝呢，财禄丰收的象，财禄很多。如果你是补到生意，生意会赚钱，但是有人背，恐怕会有凶事会发生。那这个。三其二，金宝在地上就有焚金之象，烧金子的象。三其二是大凶，主上符。上符。二人呢，去一，两个人去一个。好，夫妻要死一个。人立在水边，立在这边，水在这边，气。哭泣的
好，左上角三点在石头上面，三点在石头是心，好，艰辛的，好，人心在石头上不动，好，心在石上不动。如果你把整个卦读起来，比如说一个人补事业如何，补下去的时候补到火地金，事业会进步，但是恐怕会有丧夫，恐怕会家里面会出人命，夫妻之间会死一个人。注意哦。然后你讲完以后，你一看到旁边三点在上面，那个图上是三点，就是你补完了，他心不动，他不会动，那就会说读出来，补到这个卦，他觉得是好，跟你讲这个凶，他不会接受。这很好玩，人在大限到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会听，啊，不会听是你死了，不是我死了，啊，那没办法，啊，所以我说我们那个邓某某人旁边一定有高人在旁边，高人不难啊，高人很多，高人真的很多，影视的、现世的高人一定有的，但是问题是，他怎么能让他那么信任他？这不简单哈，阳宅。阳宅呢，火地金，二女居母位，啊，成格。你的名字叫二女儿，爱的不去住，好好住，爸爸妈妈的位置去住。第一个，姓楼啊，哦，姓楼如慈母之人啊，哦，如慈母之人。所以如果你结了婚有了孩子，你看看你妹妹还没结婚啊，哦，那你孩子找保姆找不到对吧，你就把妹妹，哎，你妹妹去睡那个房间，好，哦，西南角一睡，她就是保姆了。然后帮你养孩子那个人，他叫做养的不是他的孩子，叫李宁子，是吧，就是养了别人的孩子，鼻头我就一条线就出现了，很明显，哦，哎，婚晚，哦，是40岁以后，40岁以后结婚。第三个，啊，哦，一样，偏房或二房，然后呢，这个人住在火地金上呢，财路非常节省。非常省钱的，啊，啊！如果是住在火地金上面的人呢，一个例外，对象为鸡，大吉，啊！除此之外都不好，不管他是做怎么样，什么时候就是40岁以后结婚，那对象是鸡都非常好。好，oh。